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足球之夜节目。今天是10月11号，距离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出线权日子已经过了4天。虽然过了4天，但是我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人们谈论最多的恐怕还是中国队的这次顺利的出线。在10月7号呢，我和张斌是一前一后在北京和沈阳为大家直播了9个多小时，为大家是直播了这场比赛的前前后后。我不知道你在后方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是5点半完了，就交给了沈阳前方。但是我开车在回家路上，感到有一种虚脱的感觉。很虚的，可能身体上的虚脱感觉并不是特别强烈，是心理上一种虚脱的感觉。因为4个多小时的直播本身很疲劳，我当时遗憾特别特别多，因为好像准备了好多要讲的话，甚至于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的话吧，当时没说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直播节目吧，我都会留这种遗憾，这次的遗憾要更多，可能是直播时间长，也是这个历史时刻非常的特别，也是因为做了准备吧，所以才觉得遗憾特别多。对，实际上我们在前方采访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在那一天呢，实际上大家不关心中国队和阿曼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实际上中国队如果打不好也有可能输球了，但是大家就认为好像这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我们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所以呢，很多人包括媒体记者啊，包括我们电视台，包括球迷球员教练，方方面面的大家都在为这一天做着精心的准备。对，你看我今天啊，我的一个天津的朋友是每日新报的朋友，给我送了一份报纸，说你留个纪念吧。我一看这报纸，我刚开始觉得这报纸也就看着就是梦圆今朝，但这意思都明白了。对，我一看上面100个版，我当时就问我说100个版是当天晚上做出来的？不可能，100个版呢是在国庆前就已经有准备了。大家对中国队出现啊，已经早做了充分的心理的准备。实际上这个十强赛的出现呢，到目前为止6场比赛啊，刺激并不是特别多，就是那种欢快的感觉特别多。对，所以呢，最后大家好像那个泪如雨下的那种场景好像少，大家那种热情奔放。我没去沈阳，对，但是我的朋友从沈阳打个电话说你没来太可惜了，沈阳街头根本没有车了，全都是人。我觉得当时如果不置身沈阳，不置身一些特殊的场景，可能你的心情可能会相对的比想象的要平静。对，因为我觉得原来我们设想44年的一个等待，等待来的应该是一个特别激动的时刻，恐怕每个人都应该是感情不能自持。但实际上我发现更多的人都是用这种笑脸迎接了这场胜利，而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就像你说的，泪如雨下。可能这就算是对我们44年这种苦苦追求的一种回报吧，让我们能够很从容的去面对一场胜利。那么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为大家进行这种现场的直播之外，还动用了8个单机，那么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应该说非常详细的记录了这场比赛。同时我们还在东方时空，我们这个中央电视台一些兄弟栏目的帮助下，再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媒体地方电视台的支持下，我们得到了可以说关于这一天的最完整的一个电视的资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想首先还是用这样的一部大片把大家再带回到4天之前。过去1个多月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相信10月7号必将是中国足球的一个节日。为了这样一个等待了44年的节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说中国队没有感到紧张，米卢没有感到压力的话，那绝对是一个谎言。事实上赛后米卢也承认自己和队员们在这场比赛之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过米卢总是非常善于调节这种压力，于是在10月7号的上午，他甚至破天荒地和队员们又玩了一次网式足球。北京的球迷来了，上海的球迷来了，昆明的球迷来了，西安的球迷也来了。
这次的冲击当中，我们逐步的明白了一个道理，逐步的在实施着一个道理，团结和协作是一切冲击的前提。在夜色苍茫里啰嗦了多少年的中国足球，就要见到真正的曙光了。眼前熟悉的灯光，眼前熟悉的雨景，让我们想到了四年前。我们很难说清楚在这四年里中国足球到底进步了多少，可这一次我们就终于走到了世界杯的身边。距离梦想实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将是中国足球第一次通向世界杯道路的最后90分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吧，假如这个时候你是一名运动员，你就是这名教练员，你将承受怎样的压力？虽然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在这个小组当中被公认为是弱旅，但他们还没有放弃抵抗。虽然中国队要比对方更强大一点，但足球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最后的90分钟是绝不能有任何闪失的90分钟。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发起最后的冲刺吧。1985年的519，当中国队败在香港队脚下之后，刘心武曾经写下了著名的足球报告文学《519长镜头》。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拍摄了一个长镜头，
单，他要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所有人的关注，记录下所有人的期待。虽然我们暂停阿曼就可以顺利的出现，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场胜利。亲爱的朋友，在那一刻你都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谁？新加坡裁判的一声哨响点燃了整个中国，在那一瞬间有多少啤酒多少香槟被同时打开，在那一瞬间有多少人陷入到了狂喜之中，在那一瞬间有多少眼泪化作倾盆之雨。为了不打断大家的情绪，我们的编辑特意选用了这段长达3分20秒的镜头，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纪录片当中最长的一个镜头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镜头就是您的眼睛，亲临五里河感受一下这里的欢乐吧。
真的赢了。米卢和郝海东是最先回到中国队休息室的两个人，随后所有的人都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回到了这里。两年的时间了，我们从来没有走进过中国队的休息室，但今天这里不会设防。这个时候，米卢把自己家里的电话的号码告诉了他的好朋友胡里奥，显然他也想在第一时间里把喜讯告诉自己的家人。当我们正沉浸在世界杯的喜悦当中的时候，米卢悄悄地走到了一边。正像米卢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职业教练，他的足迹将遍布这个世界。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离开这里，但他一直为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要像一个英雄，像一个胜利者那样离开这片神奇的土地。和他的前四次世界杯之旅相比，外电普遍认为这次成功的意义是最大的。米卢就这样一直待在了属于他自己的空间里。他也并不介意在这个时候被别人遗忘，但我们又怎能忘记他呢？
宁成为省政府的领导，同时用俄语、用法语、用英语向他表示了祝贺。就在这个时候，给家里的电话拨通了。这就是典型的米卢的风格，他永远不愿意把自己的全部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米卢从休息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破例邀请了两位来自法国的记者坐上了他的专车。在不做足球教练的时候，米卢一定是一位非常好的摄像师。今晚的一切他都不会错过。他突然间又想起了什么，转头对他的翻译小鱼说，请司机给我放一点中国音乐。在回宾馆的这条路上，他要独自的在中国音乐的伴奏下享受着中国式的胜利。大家继续收看足球之夜节目。在十月七号那天呢，我听到了很多人关于这场胜利的议论，但是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年维四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们这些搞足球的老人们呢，终于可以解放了。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是把自己的那种百感交集啊，用这么一句话就给凝练出来了。假如他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够看到这么一天的话，那真的会像一个囚徒一样度过自己的余生。对一个为足球奋斗了这么多年的老人来说，我觉得这确实太残酷了一点。感谢这个十月七号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解放的时刻。大家都看了我们现场直播，在休息室里啊，当时这个严主席和王主席两人都分别说了很简短的话，但都很有特点。对，曾经有人说谁搞中国足球谁就倒霉，因为在前几届冲击当中都印证了这一点。谁驾着这个航船出帆，是驾着航船出航的话，谁肯定要遭受一种失败的结局。对，但是在这个时候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不管他的过程是有没有刺激，不管有没有戏剧性，对，但这个结果是我们盼了多少年的。有人所以说就是世界杯出现可以解救一批人，解救一批人心理上这种负担，让他们能够直白的说可以抛去包袱吧，重新做人的感觉。对，实际上在那一天呢，有很多人啊留下了很多就是在那种强烈的情感刺激下很真实的这种语言。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些语言的话，那么十月七号这一天会显得多少有些苍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做一个留言十月七号，那么让这些人的这些经典的话语和这一天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在中国足球最关键的位置参加最重要的比赛过程当中，
带给人们的是悲伤和忧情。所以当我离开中国足球队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欠了队员的，欠了附送他们那个队员的债，欠了球迷的债。被爆的时候我听说了，周总理讲没有水平人家不感兴趣。我是搞足球的啊，我为此感到自责，感到困惑，感到压抑。跟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经过顽强的拼搏，2001年10月7号，我们美好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出现了。我们太高兴了，马上就要出去打国旗了。我不行，房子我们不好交，我们拿上了，就只怕待会儿不能找到他们了，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去了。啊，然后咱们那就是不能管，然后不能管，就是把我们地洞哭。感谢为你临时度世的中国教练，感谢球场上拼搏的一些勇士们，也感谢维持中国足球奋斗的几代人，在今天的拼搏的赛场上，大家可以转一转，想一想，这里面有多少人参加过两次、三一次，或者一次以上的队员？我们过去所付出的一次这个学费，正是今天财富的积累。那么我们的这个开国元勋的特工元帅，也是当时说的足球三大球冲过去，死都不瞑目。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些投资队。足球队的教练，运动员，在这个当中，献出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那我想今天，在这个欢庆的时刻，他们在主持人之下，
你会感到非常的幸运。祝贺中国的边境出现。人体所需的21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补充我们每日所需。杭州民生药业，地产西装，中国大连，东风多利卡环保节能先锋，开东风多利卡还真省油。世界看我行，东风多利卡，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至高至远，精华纯翻四倍精选 DVD， 它笑出明眸，励志天成，美韵悠远，绝无奢华，名门之秀，不良春。寒风之下，中心旗舰海螺服饰，原创于意大利，每一针每一款尽显典雅个性，充分体现欧洲大陆情缘久远的品质。海螺服饰。足球之夜栏目是由民生药业21金维他拨导手机，明乐运动鞋联合特约播出。在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8号的早晨，我又去绿岛宾馆看一看。嗯，我特别想看一看，在刚刚经受了一次啊这种特大的喜悦之后，我们的这些教练员啊，像米罗啊，像金志扬、池尚斌，还有我们这些队员，他们会怎样的一种反应？结果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副非常安静、非常祥和的场面，好像仅仅是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已经完全从过去的喜悦当中走出来了。看起来好像这次世界杯的出现，有很多事情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对，我的一个朋友当时跟国家队打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预选赛这个小组赛，当时他跟我说中国队会出现信心失措，我当时不信。嗯，我说可能吗？我说小组赛打成这个样子，可能我想就是米罗的神奇，就是想把这个国家队的所有队员的这种信心变成最后的战斗力。对，在这方面他能力非常强。嗯，我的很多的同事他在采访的第一线给我带回的信息说，跟米罗处时间长了，不会喜欢他，对，就因为他跟记者啊总是绕着这个弯子绕着那个弯子，对，他不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记者会很苦恼。嗯，我们也对米卢进行了专访，但我总有一种担心，就米卢有很多真实的想法哈，他会保留下来。嗯，那我很冷，很
冷静的保住。对，我觉得跟李卢打交道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嗯，就是一边你要把问题提给他，一边听着他回答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你一定要去自己设法的去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去，自己去考虑他到底会想一些什么问题，这恐怕也是对我们这些观众啊、这些记者的一种考验。今年的四月三号，我们曾经在龙之队的颁奖仪式上为米卢设立了一个特别奖，这个奖是今年设，明年领。具体的规则是，我们的记者把一份礼物放在了汉城的某银行的保险柜里，我们和米卢约定，如果他能够带领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阶段，他就可以在明年的龙之队的颁奖仪式上得到我们为他精心准备的这份礼物。10月8号，当我们在绿岛宾馆再一次遇到米卢的时候，他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首先，我也有个问题。What? ¿Qué es su pregunta? Después, ¿qué me pregunta? No, porque necesito mi clave de, de caja fuerte. 上次别忘了那个保险箱那把钥匙了，什么时候得给我？Okay, okay, yo me voy para la próxima semana, dígame. 他说下星期我就去韩国了。你要去韩国吗？Entonces, ¿qué me dice? Porque ya sé, quiero ver qué hay en esta caja. 因为我很想看看这个保险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参加我们为和中国队和你举办的这个仪式，我们才能告诉你里边到底藏的是什么秘密。对，虽然秘密还要被保守上一段时间，但其实也有一半已经公开，那就是我们要像全国的其他球迷一样，真心的感谢米卢。我注意有球员本来想把他抱起来，然后就是那个抛起来，但他好像制止了球员这么做。Lanzarle hacia arriba. 为什么？所以yo querí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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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que yo miro en mi edad, tengo yo mal espalda, imagínate si me vuelvo. 因为我这个年龄大了，这个腰有点问题。No, no, no, no. 如果给我扔上去以后，那比较危险。在过去的这一年多在中国的时间里边，他最困难的时刻，自己感觉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Este periodo más de un año medio para usted. Ayer anoche.可以说是昨天晚上吧，因为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赢。因为要是困难的话，就是昨天晚上是最困难一段时间，其他时候都没有不怎么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临场的这种感觉，当时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我是就是这样一种习惯。哪场比赛他认为是我们打的最好的比赛？我认为对阿联酋主场这场比赛，还有小组赛对印尼的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打得非常漂亮的两场比赛。因为印尼上半场0-1落后，下半场扳回了5-1。很多的中国球迷认为，对卡塔尔这场比赛，我们也应该争取获胜，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我们还从来没有赢过这支球队。我想这个问题没必要过多的考虑。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打好比赛，进入世界杯。现在我请你为中国队在亚洲那个定下位，因为四年前我们的那个输了以后，我们自认为是亚洲二流球队，现在他认为中国是亚洲一流球队吗？以前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现在中国队水平应该是亚洲前四名之内。对你来说这是第五次，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所以想问问你，你的第五次和前四次有什么不同吗？如果要说这个区别的话，第一次和第五次那肯定是很大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Siempre
es mucho más fácil cuando uno tiene experiencia de una competencia como en este caso el campeonato mundial. 对我来说，如果具备了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像这种世界杯的经验，那么对我来说可以说更加容易一些。Yo pienso que el mundial es una fiesta. 我认为世界杯就是一个节日。Y para mí cuando es fiesta uno debe disfrutar plenamente. 那么既然它是个节日，我们就要全身心的去享受它。对对。富含人体所需的21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补充我们每日所需。杭州民生药业，进取精神，超越现在，启迪未来。奥迪 A6 成功与科技互辉映。运动就要酷到底，民乐运动鞋。中诚不渝，驰骋不息，赤兔马机车。中诚不渝，驰骋不息，赤兔马机车。世界看我行，东风汽车。你爱浪吗？他爱浪。我爱浪 AV Light 爱浪音响。世界名牌，传承美酒文化，小糊涂仙，小酒仙，小糊涂神，云峰酒业。龙心摩托，第28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唯一专用摩托车，公道自然成，龙心摩托。嗨 Joy， 我用3星照相机为你拍照，全自动操作，超级变焦，爸爸花费很长时间才为你找到很好的照相机，简单好用，3星照相机，3星照相机，生命考验，成长，英雄本色伊利克，新疆伊利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Spotlight 破例无糖香果胶，具有健齿配方，有力防止蛀牙，经全国牙防署认可。自我天地有魄力。套用我从原主席讲的时候，他都是先翻来了，大家来看看比赛是什么样子。
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这次中国队顺利的出现呢，能够给我们大家很充分的一个时间去进行准备，充分的享受这种欢乐。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十月七号看成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红色的日子的话，那么十月六号在这一天进行了假币的比赛，由于出现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中国足坛非常黑暗的一个日子。可以说十月六号和十月七号是两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而且是正面的发生了碰撞，让很多人在这几天的心情显得非常的复杂。对，最近几天很多人都见到我就说，张斌你六号急了。我说是确实有点急。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情绪的宣泄，我也没有权利利用这个去宣泄我个人的情绪。对，我觉得这只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传媒它自身的人格的这种尊严。对，就是我们不能坐视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不表达我们自己的态度。对，其实我们的态度就是一个，就是维护公平公开公正这样一个原则，不是要跟哪支球队过不去，而是要那跟那些破坏全体球迷心情的人过不去。对，因为当时正好是在迎接胜利的前一天晚上，我当时真是觉得，我说在节目里我曾说，我说谁破坏了所有球迷的心情的人是罪责难逃。对，实际上就是我们也是在沈阳打了一个比方，就好比是马上我们要吃一顿丰盛的大餐的时候，就发现大餐里边有几只苍蝇，而且这几只苍蝇你还必须要吃下去。对，这种心情确实是太难受太复杂了。对，那么实际上我知道这个假币出事的这个消息呢，大概是在十月六号的晚上将近六点吧。那个时候因为比赛刚刚结束，我们的前方的记者把电话打来，那个时候真是心情一下子就变得灰暗了很多。后来呢是在晚上的九点半看到了我们的体育世界，但是呢恐怕有很多的球迷那一天忙于准备这个世界杯的欢庆，大家并其实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假币赛场上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所以呢也算是几天之后我们给大家再补上一课吧。首先为大家交代一下，在杭州和在南京在赛场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作为一个中国球迷，在他回首2001年的中国足坛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忘记10月7号的沈阳，因为正是在那一天，在那里，中国足球走向了世界。但我们同样不能忘怀的还有另外一个时间，另外的两个地方。这一天是10月6号，这两个城市是南京和杭州。中国的假币联赛在最后一轮，在这两个赛场上演着触目惊心的进球大赛。按照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这两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在10月6号的下午13点同时开战，似乎是有意为了吊足好奇的球迷们的胃口。这两场比赛的上半时都是风平浪静，在杭州赛区，长平亚泰队对浙江绿城队的比赛在上半时以0-0收场，而在南京赛区，主队江苏顺天队直到上半场比赛最后一分钟才攻破了成都五牛队的大门。下半场的比赛，浪花开始一朵朵飞溅起来，而有可能是中国甲级联赛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幕也开始上演。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逐一欣赏这一幕。在下午的4:15，长平亚泰队终于在客场攻入了第一个进球。下午的4:31，江苏顺天队继续扩大他们在主场的领先优势，南京的球迷似乎又看到了他们的主队主场龙的影子。但人们的猜疑马上就被进球打破，成都五牛队在0-2落后之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便又扳回了一球，而他们扳平比分的这第二个进球距离第一个进球的时间只有4分钟。此时的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看台上所有的人群都知道这场比赛他们的主队是再也赢不下来了。而在另外一个赛场，杭州赛场的主场球迷在比赛之前就已经断定这场比赛不属于他们，但这并不说明来到现场的球迷就没有看到一幕好戏。来看一下长平亚泰队攻入的这第二个进球，从慢动作显示来看，进球的长平亚泰队的队员王栋是明显用手将那个球拦下来，然后拔脚怒射，攻入了长平亚泰队在本场比赛的第二粒入球。而这个进球也成为了本场比赛各种复杂情况和最后荒谬结局的导火索。就在王栋打入这个球之后，浙江绿城队的董事长孙伟平开始招呼自己的队员走出场地。当我们在杭州的记者同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的同事进行联系的时候，相信那边的人们也一定听到了这边罢赛的消息。熟谙中国足球历史的成都五牛队当然不会忘记，在2年前鱼省之战中，时间是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防止有人在时间上做文章，
中国足协特意规定，不但上半场比赛要同时开战，而且下半时比赛也同时在下午的4:05开战。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浙江绿城队的董事长宋运明对这场比赛的当值主裁香港裁判非常的不满，认为王栋的进球是一个明显的手球，他对裁判的误判表示非常的气愤。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场比赛在停滞的时候，另外在南京五台山的体育场的比赛却在正常的进行。最终在过了大约5分钟的时间之后，浙江绿城的队员终于走回了场地。而在另外一边，成都永牛队与江苏顺天队的比分依然是2-2。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打入了2个进球，但是都被主裁判判为无效。这场比赛的主裁是来自韩国的金兆金永珠。当浙江绿城队那边比赛重新开始的时候，双方的形势是成都永牛队与江苏顺天队暂时是2-2打平，而长平亚泰是2-0领先。如果按照人们在赛前所预测的那样，成都永牛队在客场比赛中将肯定战胜江苏顺天队，特别是在长平亚泰队已经领先于浙江绿城队的情况下，此时进进球成为了双方追求的唯一目标。长平亚泰队虽然在下午的4:47打入了一个进球，将比分扩大为3-0，但是在另外一边，成都永牛队在仅仅过了2分钟之后便又轻松地将比分反超。双方在场上的进球都是来得非常的轻松自如，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进球不是什么困难，关键是要知道对方进几个球而让自己多进一个。在这个时候，浙江绿城队罢赛的那5分钟时间对于长平亚泰队来说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在下午的4:50，长平亚泰队将比分变成了4-0。而在另外一边，成都永牛队显然已经是预感到了自己的被动，他们在场边是急不可待。在右路轻松的配合，孔小芳攻入禁区，将比分最终定格在了4-2。虽然成都永牛队是在落后2球的情况下在客场连扳4球，但是他们剩下的比赛时间只有不到1分钟。而在另外一个赛场杭州赛区已经举起了补时6分钟的牌子，而此时的长平亚泰队就像杀红了眼的狮子，他们在争分夺秒的进球。在南京一战结束之后不到1分钟，长平亚泰队便将比分改写成了5-0，这样他们的进球数便与成都永牛队已经持平。就在感到大难临头的成都永牛队的队员在赛后围着裁判追问补时时间的同时，这边的长平亚泰队继续着他们最后的闪光时刻。在下午的4:55，长平亚泰队由卫东将比分最终定格在了这个可以永远留在中国足球史册上的6-0。让我们来看一下成都永牛队在赛后的表现，从他们的角度来体会一下他们所承受的失败。这边6-0啊，已经6-0了，你们都去干了。哎呀，你们去干了，干啥？别忙了，你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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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我裁判吹响了全场。在下午的4:57，杭州赛区的比赛终于结束。长平亚泰队在最后的8分钟攻入4球，最后的5分钟攻入3球，他们完全可以抱着这样的佳绩来庆祝他们的冲 A 梦想成功。当然成功的滋味非常复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味，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者。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浙江三花绿城俱乐部的老总呢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处罚了他的5名球员，这5名球员被永远的开除出队。这是有史以来中国足坛可能俱乐部对球员做的最严厉的一种处罚吧。那么当天晚上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都为这个浙江三花绿城俱乐部的这种举动啊拍手
较好。但是后来我们仔细看了看袋子呢，又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在比赛当中啊，真正的组织大家在罢赛的呢，也恰恰是宋卫平。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呢？我想恐怕其中有很多疑问，我们不能够很简单的去下结论。和中国足球，一起过了这么多的日子吧，现在很多复杂的事情让我们已经越来越慎重了。对，因为我们在努力的接近真实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特别的无力。对，因为这种无力呢，就是新闻媒体自身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有很多调查是新闻记者根本不可能完成，因为你没有司法控制的情况下，记者是相当无力的。对，所以我们一直想提供一种最真实的中国足球的现状，哪怕是最小的一个细节，但是的确是无奈。你包括这两场比赛到底前前后后发生了些什么，谁能说得清楚，谁又能完全说得清楚，谁又能够百分之百的正确把它描述出来，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的。对，即使是比赛双方协商好的，可能前后都会有一些矛盾的说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更愿意接受对我们有利的一些信息，比如开除球员，甚至一些是非常激烈的言辞去怒斥黑暗。对，但是在这后面我们要非常的冷静，看到这背后到底隐藏些什么，到底谁是真正的元凶，谁又是制造假球黑哨的这个元凶。对，一定不让任何一个人轻易的从我们视线中逃走。实际上被处罚的这五名球员呢，恐怕就要永远的离开中国足球了。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呢，当然是一种巨大的损失。这五名球员分别是张庆华、玄春浩、黄东春、郑中熙和夏青。其中黄东春呢是崔英泽时代队里的头号射手，郑中熙呢在1999年的时候入选国奥队的呼声还非常的高，玄春浩也是崔英泽时代的主力球员，张庆华这几年一直是这支球队当中的后防中间，夏青呢我们在深圳队也曾经看到过他。对，那么这五名球员确实现在看起来他们可能自己会这个有各种办法去辩白，但是要想推翻这个决定恐怕很难。这五个球员啊，在前天委托浙江电视台一名记者给我发过一个传真，就是没打假球的声明。其实我宁愿得到更多的这样有确凿证据，如果他真是有确凿证据，我宁愿证明这两场比赛是真的。对，那只要证明他真实性，能证明不管是打假球没打假球，你只要证明他是真实性的，那这样的证据对我们是相当有利的。但是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是承认这两场比赛有假的好像更多一点。比如说像宋卫平，他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很坦然的面对着我们镜头说这就是一场假球，甚至他连问题球啊或者是什么默契球啊这种词语啊都避而不用了。那么像这个孔庆鹏呢，是江苏体育局的局长，在赛后呢也是接受了我们的记者的采访，同样他也是和宋卫平一样认为这场球绝对是有问题的。欢迎他们来告，欢迎他们采取任何措施跟俱乐部来加这个证，欢迎欢迎。就是说这场球我在跟队员做这个处理决定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有没有什么换算，这场球你们在里面表现不好，有猫腻，还需要证明吗？不需要证明，不需要证明。我只是脑子有毛病的人才会认为这场球还要证明啊，是，这样白痴都看得出来，这里边一定有猫腻。但是从我观看的结果，我觉得就很不满意。开始应该说一切还比较正常，当看完上出现是还这个亚特二比零以后，亚特六比零这个是开始二比零的时候，上半场二分钟样子，对呀，球场的形势发生逆转，对，而且根据我们在看台上商量，让俱乐部的老总下去通知，要认真打好下面的比赛，但是球场的形势控制不了，以后的这个情况，从体育局、从俱乐部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需要多说，都会清楚。我觉得从中国足协强调净化竞赛环境，我们各界体育部门也强调净化环境，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是我们常人估计不到的，
我觉得朱立伦思考的问题很多，应该去深入思考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族群很难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两位业内的人士呢，实际上都已经证明了这两场球的性质。实际上关于这两场球的性质，我觉得几乎我们是不用讨论的，那么民心是自有公论。但是呢，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好像很多人恐怕还在尽力的回避着可能要面对的一种处罚。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个我掌握的这种圈内的一个秘密，所谓圈内的秘密就是说现在的足球界真的是就是以利为最根本的基础。那么比如说两支球队要说好了打假呢，那么一是要先看货，就是一定要先看到钱。二呢是只有比赛的结果啊真的像预期的那样出现了，那么才会一手交钱啊一手交货，这样的一种行规吧。那么一些人就跟我讲，这就是一个目前中国足球界内部的一种规矩。那这种规矩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结果，我想也就不需要再更多的去进行讨论了。我们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中国足球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这种尴尬局面。对，其实刚才谢红说了，这是足球圈内部的规矩。在三年前啊，我们就曾经谈论一个问题，就是足球界内部的封闭性，就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对，因为这个任何人呢想打入进去的话，都会被一个铜墙铁壁撞回来，告诉你这是足球界内部的事情。在前几个月，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周小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剖析中国股市的问题，他曾经说啊，很大的问题叫内部人操控。对，中国足球如果不解决的问题，从现在情况看啊，从以往过去和现在都看到，中国足协目前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能力。嗯，这个是他自身的难以克服的一个矛盾。对，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引进外力的话，单靠现在中国足协至少解决不会很彻底。对，实际上很多人在谈到为什么在假币最后两轮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首先谈到的是11-2那一场球。很多人认为那场球由于中国足协的这种处罚偏软，这种隔靴搔痒，实际上就直接导致了最后一轮这种结果出现。那么还有人认为呢，只看这两轮仍然显得太浅了一点。那么实际上更远的一个背景应该追溯到长春亚泰队曾经以8-0大胜天津力飞队。那么很显然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为后来做准备了。那么直到我们采访了宋伟平之后，我们才知道弄了半天可能这个假币从刚刚开打3-4轮就很多球队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内幕啊，让我们听起来确实感到触目惊心。对，因为是假币啊，从假币里边啊，就是说放水给人家的球啊，绝对不是一下子变一干的。如果说是想赢球的时候啊，就要去做他们的工作，做对方的工作，从大概联赛的第3轮第4轮开始就终于接受这个观点啊，认为就是说是正面战场啊，敌后战场啊。现在有很多很简单的东西，比方说最起码就是说场外工作这一块，因为每个俱乐部现在有2块，训练管理正面的，场外工作侧面的，包括做裁判的工作。这是受害者又是造假者，很多球队都是这样，我相信很多到一个什么感觉，12支球队有20支不是少数，最起码超过半数，也有可能是全部。有谁不服气的？大家来理论吧。可以当面跟你去理论。我想大家谁都不愿意，就是说做这样的事儿，谁也不愿意现在说这个事儿，啊、嗯。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要最好置身事外啊。但这种事情摊上了。就是说，应该说中国足球的这种症状的，是黑的程度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会反驳啊，包括足协的某些部门和某些人会来做很多正面教育，说你不能那么看问题，不能那么看问题。但其实我想，
我们做甲级的比赛一年，做乙级的比赛大概到现在就有三年，我想勉强有这个发言权啊。而且我的观察力、判断力、我的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我都不算太低啊。啊，我受过的教育也好，工作的实践也好啊，我肯定不想来做一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的人。但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就是，我认为中国这个足球，如果严主席再不下决心整治的话，后面的局面就是说会，就是说可能会越演越烈啊，是有朝一日啊可能会放出一个几十个球出来都有可能啊。从1996年四月份足球之夜开始诞生到今天，我记得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好像一直在和这种假球黑哨的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现象在进行着斗争。但是确实像江斌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感到很无奈，有的时候可能说一些话让球迷感到很解气，但是真正在处罚的时候，对决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种言论呢，恐怕也只能是被当成了耳旁风。对，我想呢，这个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首先这个执法者，中国足协作为联赛的组织者和执法者吧，首先自己先硬气起来，斩断自己与一切的不良势力之间的所有联系。这个再举个例子，还是举的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虽然我对股市不甚了解，但是我至少知道有两个事实：今年是证券的监管年，再一个，中国的证监会聘请了香港，就是真正的这个治理股市的专家、监管的专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有一个观点，在治理的时候少谈中国国情，多谈国际惯例。对，所以我们在处理假球的时候也要少谈中国国情。但是呢，由于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偏软的这种政策，导致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勾打连环，成了乱麻一团。确确实实这个时候好像让中国足协的领导要想做一个决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可能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作为我来讲，我只能做到今天，我管好自己家里的事啊，我不管说全部杜绝我去做裁判工作做什么，我该做我还会做啊，但我一定不会做过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在我自己管得到的范围之内啊，像今天这种情况，我如果连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教练员、运动员都管不好啊，如果我不下这个杀手啊，那我对不起，我没有权利来责备中国足协。所以说一句话，你为什么不管好你自己啊？我说我管不好，是没管好，但是我会下杀手，他也可以下，他也不痛不痒的啊，就是说可以处罚。这个处罚令怎么出来的啊？这都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东西嘛，是吧？那你越是消极比赛，一个五牛他肯定是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怎么的？你要上交国库吧啊？开玩笑。您在处罚这样为人不严的同时，你想过您在中国足协会处罚您吗？如果他要来处罚啊，我这样吧，就是如果他愿意对我们处罚，谁最后批准，谁最后决定，你给他安排时间，我说当面辩论，他敢不敢啊？任何一个官员啊，就是他只要敢处罚，你就说你们那是东道，我们一家一个话筒，我来跟他辩论，你凭什么？有的人还在说，你说您现在是在下手先生没钱把球员处罚了，中国足协对你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是球员在打假球，不是俱乐部在打假球。我受处罚又不是第一次，俱乐部啊，他们的处罚很有理由吗？他愿意来处罚，那是他的自由，他的权利啊。但是我可以非常明确告诉你，我这一次不会像那样的很温和的发表四点意见。他如果敢处罚的话，我就套用我跟严主席讲的时候，我把桌子掀翻了，让大家来看看比赛是什么样子啊。你感觉什么时候到把桌子掀翻的时候？听听严主席的号令。那句话，你还对中国中学进入领导还寄予很高的希望？我对严世铎还寄予希望。我认为他，我非常希望他在中国队冲上以后，利用这次假币里边的这种非常戏剧性的一些东西啊，来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
得重新给足球这个中国足球定一个道德价值标准的一个框架，定一些非常切实的规章制度，然后你有一些已经非常明显的不需要证明也不需要什么证据的问题啊，不要在那边掩耳盗铃，不要在那边采取鸵鸟政策啊，这样受害的是很多很多人，包括青少年。每个人都说自己手里掌握着很多证据，每个人都可以拿这个证据来要挟中国足协，每个人就此就认为中国足协永远都不敢下杀手。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倒是想让每个人都想起中国的那句古话，叫快刀斩乱麻。在中国足坛已经这样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一刀斩下去和过去彻底决裂的最好的时机了。其实你要是过于强求中国足协也不太现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我也表示怀疑，他的能力到底有多高也表示怀疑，所以真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比中国足协还要大的政府主管部门有更强力的决心，利用中国足协这只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想中国足球永远不会关乎国计民生，因为足球打假球怎么样了，那只是损害大家的情绪，损害利益吗？并不损害利益。为什么现在股市监管力度如此之大？因为它关乎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形象和经济秩序，所以监管力度非常大，关乎国计民生。我想只有把足球的地位真正能跟股市地位等量齐观的情况下，监管力度才会大，否则永远只会在原地徘徊。对，这两天呢有很多的传闻，有说中国足协已经准备要如何如何处罚了，有人说呢中国足协可能会利用在12号在沈阳召开的这个全国甲级俱乐部老总的这个会议，在上面进行投票，来看看应该怎样的这种处罚。还有人说呢，可能还要经过更慎重的一种考虑，要到年底才会出结果。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呢，我想呢，中国足协都应该是好好的反思一下，应该意识到现在问题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局势的这种复杂性和严重性。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让我们感到非常应该是感到还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出台。实际上就联赛的形式而言呢，严世铎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在召开这个联赛第二阶段准备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有预感了。第二阶段的联赛应该讲比赛会更加受人关注，是吧？比赛的密度也会进一步加大，因为这个月底开赛以后，特别是甲 A， 是吧？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周是两三轮比赛，是吧？那么这样的比赛周期和比赛的激烈程度，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出事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是吧？我们作为组织者和参赛者来讲，我们不希望联赛出事，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我们的第二阶段的比赛要做好出事出大事的思想准备，是吧？实际上我这话并不是说你这话嘴怎么不太好，不应该讲这种话，但是我觉得出事和出大事的苗头和潜在的因素是大大存在。而且现在很多人对严世铎都寄予很大的希望，那是认为严世铎呢，由于是刚到足协时间不长，他和过去的足球界的这种联系呢还并不是很多，那么也认为他呢由于在过去的这种工作当中所表现出的这种作风呢，让人还是感觉到他是有这种胆量能够拿出一种很有力度的这种措施来去整治目前足球界的这种不正之风。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觉得确确实实已经到了中国足球必须有人要做出牺牲的时候了。仅仅怕一些俱乐部扬言要退出，我们就不敢做出这种处罚，现在看来也是不对的。那么不管球员也好，俱乐部也好，恐怕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这种更长远的利益，有些人不管是自愿也好还是不自愿也好，都应该做出牺牲了。我们话已经说了很多，态度一次一次的表达，其实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待。
对，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个真正做处罚做调查不是你我不是电视观众能够完成的，对，我们只有等待，我们要像支持国家队一样，嗯，现在支持中国足协，我相信中国足协这次不能回避，也绝对不敢再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了。对，在这里呢，我们还想让大家再听一段严世铎的讲话，这是为国家队出征十强赛送行的时候严世铎的一段讲话，就是如果有谁能胆敢在十强赛期间故意的捣乱，当时严世铎的态度口气都相当的强硬，斩立决，杀无赦，谁要是违背了中国足协的纪律，严重违纪，我说杀无赦，斩立决，坚决清除国家队。中国队这次冲击世界杯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可能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我想足协的这种态度是很重要的一种保障。这一次呢，当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一次机遇，实际上中国足协可以利用啊冲击世界杯成功啊凝聚了民心这样一个大好的机遇啊，把坏事变成好事，那么对假币对我们的联赛进行整治，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正是需要这种勇气。对，在过去的44年内，我们一直在说中国队在冲击的世界杯，在冲击的过程当中，甭管中国队踢得多差呢，中国队其实并不缺乏勇气，对，可能缺乏智慧，嗯，但在打假这个事情上，可能真正开始有这个打假的概念，不过6-7年时间，嗯，这6-7年时间里，我们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嗯，如果说冲击世界杯，我们缺乏智慧，嗯，我们可以让米卢带给我们智慧的话，嗯，那打假的时候，勇气和智慧只有靠我们自己，嗯，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真心希望中国足协，包括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的管理层，他们有更多的勇气和智慧，在打假的时候把勇气和智慧放在我面前的时候，勇气比智慧可能更要重要一些。对，在这次世界杯冲击成功之后，很多人都在谈论着米卢的功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丝毫不想贬低米卢的作用，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联赛才是我们国家足球水平的基石，那么整治联赛才是目前中国足协的当务之急，那是因为我们经过了一次44年的这种漫长时间的等待和冲击之后，我们不想再等一个44年。掀翻了，让大家来看看比赛是什么样子。足球之夜栏目是由民生药业21金维他拨导手机、明乐运动鞋联合特约播出。运动就要酷到底，明乐运动鞋。冠军对我而言就是稳定的发挥，只有技术稳定，才能确保每个动作精确到位，完美无瑕。稳定发挥，超越表现，三雄极光照明。蓝剑清爽528，成龙进龙，双龙出击，进龙摩托，爱拼才会赢，天港拼才不懈，凶险逼人。智能双循环动态冷却，冷冻冷藏分开控温更精确。全新西门子一致冰箱。
国手机新形象。这一拖鞋，哎呀，臭！有了纳米材料的双星鞋，不臭了。双星跑得快运动鞋，纳米材料独特的外置气垫，让运动更轻松。双星跑得快运动鞋。科技卓越不群，雅致宽敞，豪华舒适，外形新颖，美感要线。春兰汽车与富裕同行。嗨，John，我用三星照相机为你拍照，全自动操作，超级变焦，爸爸花费很长时间才为你找到很好的照相机，简单好用，三星照相机，三星照相机，千年沧桑还是一川不康，更难一川。五菱汽车新奉献，全流线型车身，配装新型十六气门四缸发动机，挑战传统微车概念，五菱新款超然风范。这两天呢，有一位网友呢给我发来一封 email， 他说呢，在看过了假币之后，即便中国队出现了，他感觉中国足球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我相信呢，他是被假币完全败坏了胃口，变得很悲观。但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问题。那么历史把10月6号的假币和10月7号的中国队的出现这么巧合的安排在一起，可能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暗示。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处理好自己面临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最后呢，我们也真心的去拜托对打假这件事情能有决定权和决策权的所有的主管部门，此时正是民心可用之时，正是打假的最好时机。如果谁回避，那就是践踏民心，这样的情况但愿不要发生。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足球之夜节目，我们下周四晚再见。再见。